来关注一部电影，在不二神探当中啊，我们都说这个艺术是源于生活的，但是呢，他的这句经典台词被文章同学说出来很有意思啊。比如说呢，他在电影里面说，在家要听老婆的，在外要服领导的，所以很多人就问了，文章同学，这是你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真实写照吗？冬天就会空。